西亚的金环奖还有第一届国际电影展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在这里呢，我真的是要非常感激你们，因为不管这种奖项跟影展在哪里举办呢，都对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有很大的帮助。我希望呢，不要一年办一次了，最好是三个月办一次，那是最好。希望呢，你们的这个奖项、这个活动呢，都会成功。